着一旁细细，前面就是京城了。我去打听打听你父家所在。父亲体面，想女儿这么一贤良女，红尘革命，何况又患有九月的身孕，若是这样进得夫去，岂非又是公子体面？哎呀，这怎么办呢？何不找个住宿前去住下，西风苏醒，请公子前来。这样也好。店家，店家，啊，来了来了来了！二位可是要住店呐？真是，店家可有清静的房间呐？有有有，当然蛮清静的。二位，请，请。请问店家可有美梦之宴请我饮用吗？有有有，当然里面有，到里面去歇啊！来来，去吧去吧。懂得很呀，不只是长相呐，还是长事上。那少爷长青云，老爷长相气，官居大日月。哦，原来是丈夫哦。哎，不知跟你是什么亲戚噻？他是我女儿，为国门的夫家。哦，这么说您还是老天爹了啊？母亲。啊，心意写好，不知才何难送去。哦，我给你送去吧。母亲，女儿一人在此，恐有不便。哎呀，这怎么办呢？那么我来给你送去吧。啊，你给我看守点，我到丈夫是门路送，手快脚快的十九位啊。我这我不够了。啊，冰江。哎。店家，此行什么要紧？你一定非公子亲手不交啊！哦，非公子亲手不交。哎，晓得了，晓得了。店家，哎，做出做回啊！放心，放心，看起干来了。Yeah.
福哥，爷爷念经啊！爹爹的送信来的哦，拿来吧。这是杭州的来信，要面交你家公子呢。哦，哪里等着啊。有请公子。哦，是啊，启禀公子，杭州有书信到来，人在外面。杭州，想必是同窗来信，叫他进来。是。哎，来吧来吧。哎哎好。见过公子。罢了，行礼。那。张庆云，请起。谁呀、啊？哦，是我爹爹的客人，杭州来的王灵娟小姐。谁？王灵娟小姐啊？殿下，哎，
你说错了啊！我不认识什么王灵俊，怎么又不认识了？哎呀，不会错的，王小姐写的是明明白白，我是听得清清楚楚。他怕说是你，你给我出去！你给我出去！怎么了？是王小姐写错了，还是我听错了，还是他弄错了？也罢，那我说了隔壁再问问呢。哎，隔壁是我三叔家，纯阳出去哪还了得，店家回来。哎，公子我来了。哎，公子我回来何事？哦，店家，刚才是我一时头昏，记不清了。我就是张青云。怎么样，我没有送错是你弄错了吧？啊，拿去。就不认识了，你说错了，哎，因为就是你说错了，啊，你拿好，拿来，拿什么？上印啊，你要上印？我给你送信来，腿都跑疼了，不要上印吗？来呀、啊！哎呀，我的妈呀！真是岂有此理！呸！晦气晦气！上瘾么？倒是我歇歇吃苦的，都
回去禀知王灵君小姐，再来跟你算账。你这个没良心的东西！啊呸！你是何人？在此骂谁呀？我是高山敌人。今朝我爹了那个杭州的王灵君小姐，写信就送给他张庆云。谁知张庆云不但不能死了送信，还把我给赶了出来。你们给我评评理啊！什么？小姐来了？来了啊！殿下，你一回去，我们即刻就来。怎么回事啊？好好好，魏先生，哎，急死！怎么回来了？是我自己要回来的。既然回来了，就不要再出去了。我不出去，外面倒有人来了。谁呀？小林。什么小林大林？我不认识。公子，难道你忘了？就是杭州王小姐的丫鬟。她来做什么？说是要找你。不急。公子。他与龙而来，怎么好不亲你？不亲就是不亲。你当真不亲？你想干什么？没什么，没有什么。小林明明，相公他不亲你，他不亲你。公子，你不能走了。我是小林，你来找谁？我为了你与小姐之事，被老爷赶出门外，我一路求乞到此。如今小姐身在客栈，望公子前去。哦，你是求乞来的，赏你300文银回去吧。我不要银子。小林妹妹，银子就不要，有话就直说。阿南，来呀！将丈夫拖下去，给我关起来。小林妹妹，快点说啊！小姐，跟你同眼睛。
旁人讲的，是咱娘子因缘起，任他跳了任他去，亲家中有幸福。你叫我乡人王邻居怎样啊？除非是那串西山碧柳
我何不将此事告诉于堂，说不定他能帮助王小姐。小林秘密，小林秘密，不能在此吵闹哈。少奶奶，请你良心啊！
不想看，何空呀明月梦前娘，
命令，快进去吧。Woo!
黄衣姑娘情关难留。
王仁月，你就是张青云。